我们跟他们共同的粉丝才有机会拿到比较多。有的很多，就是如果像啊欢乐早高峰的听众，对，其实你在讲广播，大家每天听欢乐早高峰是我每天的节目，你是我们的听众，很简单的一个状态。对，你这样解释就很简单。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奖品哈，是向这个酒店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发您的这样一个通关密码，还有一个呢就是。6月9号，我即将参演的中央公园西路伍迪艾伦的这样一个话剧的时间已经确定了。那首轮的演出呢，6月9号会开始，之后呢，像